我的前半生是溥仪在解放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写成的。当时为促进战犯改造，所有战犯都被要求写写自己的前半生，揭露自己的罪行。因此在该书出来后，毛泽东批评此书时说，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把自己说得太坏。但是该书却可以清晰地瞥见特定历史环境下一位末代皇帝被动地接受现实摆设的一幕幕悲剧与喜剧。从1912年颁布这个退位诏书，溥仪退位，一直到1932年成立了满洲国，清朝的遗老们啊，时刻地想着复辟，没有一天停止过。他们不断地把这个复辟的希望啊，寄托在新兴起的军阀身上。1916年，袁世凯忧愤成疾，于6月6日病逝。安徽督军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开始了蓄谋已久的清室复辟计划。1917年6月，他亲率5000辫子军进京，与清朝遗老们商议。此时，溥仪的三位师父陈宝琛、蒋鼎芬、朱一藩找来溥仪，力劝他登基。溥仪这才明白，自己又要当皇帝了。7月1日凌晨，12岁的溥仪在养心殿召见了张勋，讲了几句师父早就交代好的话，最后说了：“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清朝遗老们就跪拜在地，高呼万岁。不久，报馆除了复辟消息的号外，到处可以听到报贩叫卖宣统上谕的声音。6个子儿买古董嘞，这玩意儿过不了几天就变古董。6个大子儿买件古董可不贵嘞。为了恐吓溥仪，迫使其退位，讨逆军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袭，向紫禁城里投下了3枚炸弹。虽然没有造成大的伤亡损失，但是恐吓的目的确实达到了。1917年7月12日，复辟11天的溥仪再次宣布退位，一场复辟丑剧就这样匆匆收场了。只是受了些惊吓的溥仪仍然在紫禁城里继续当着他的关门皇帝。溥仪14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英文，老师是英国人庄士敦。庄士敦呢，不止教英文更注意的要把溥仪培养成一个具有英国绅士风度、有理想、有作为、有科学知识的青年皇帝。他给溥仪带来最新的欧洲画报上面都反映的是欧洲社会的生活的图片，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照片，不断地向溥仪宣传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崇尚西方生活方式的溥仪开始感到自己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在庄士敦的影响下，他穿西装、戴眼镜、安电话、打网球、骑自行车，甚至为了骑车方便，叫人把祖宗几百年间没人敢动的门槛锯掉。每一次举动都在宫里掀起轩然大波。溥仪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剪了辫子。庄士敦进宫后经常同溥仪谈论中国人脑后的辫子。他告诉溥仪，中国人的辫子是非常难看的，是一种落后生活习俗的象征。宫外已经没有人留辫子了，西方人把中国人脑后的辫子讥讽为猪尾巴。庄士敦的话对溥仪影响非常之大，于是溥仪也动了剪辫子的念头，但是却遭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大清皇帝怎么能没有辫子？大臣们苦苦劝谏，太妃们更是万般阻拦。
有一天，溥仪命人取来剪子，他命剃头太监剪掉他的辫子，吓得剃头太监面无血色，跪在地上哀求。见他吓得这个样子，溥仪气坏了，于是自己拿起剪刀，亲手把辫子剪掉了。溥仪剪辫给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中外媒体都给予报道。英国记者曾就此采访驻华公使朱尔典，并在欧洲引起轰动。民国11年1922年5月2日，《申报》刊登了一条只有6个字的新闻：溥仪昨剃辫子。动荡的时局让年少的溥仪啊，不能再过悠哉悠哉的生活了。2年之后，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决定修改清史的优待条件。他命令这个警卫司令陆中林和警察总监张弼驱逐溥仪出宫。11月5日，陆中林、张弼率40名军警直奔神武门，收缴了清史守卫警察的枪械后，进入内宫与内务府大臣邵英交涉。当时皇宫里还有3000多个警卫军，陆中林担心拖延时间长了会发生问题，他心生一计，他把藏在怀里的2颗空心炸弹掏了出来，往桌子上一亮，脸色一变，对左右说：“2小时一到。”这一下啊，把少英给吓得直颤，他忙说：“请再宽容时间，好使入告。”陆中林对左右说：“吩咐外边的站不动手，这里还有话说。”少英啊，以为外面有重兵包围，躲不了了，便回去告诉溥仪。溥仪啊，被逼无奈，同意迁出皇宫，暂时啊去了他父亲醇亲王的王府暂避。据溥仪后来回忆啊，当时军警还欺骗他说，军队已经在景山上架了大炮，过期不出宫就轰炸。结果溥仪在连哄带吓当中啊，是逃离了紫禁城。当日下午4时10分，溥仪及其后妃亲属等乘车离开故宫。陆中林送溥仪到达淳王府时，握着溥仪的手说：“溥仪，今后你还称皇帝呢，还是以平民自居呢？”溥仪回答：“我已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当然废去帝号，愿意做一个中华民国平民。”溥仪说的话当然不是真心话。事后不久，溥仪便出逃天津，在日本的扶植下，于1932年9月，在长春宣布成立满洲国，年号大同，成为日军控制下的傀儡政权。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溥仪第3次退位，外逃时被俘，经历新中国的改造，由万人之上的真龙天子变成靠双手吃饭的普通百姓，1967年病逝于北京，享年62岁。溥仪一生处在无奈的命运之中，3岁最大的愿望是在温暖的亲人的怀抱里，结果被送到宫廷去当皇帝，挣扎着要跳下宝座，却被死死摁住，一辈子左右不了自己，没有天伦之乐，没有夫妻之喜。每位皇帝都曾经主宰过一个时代，而溥仪一辈子都在被时代主宰，也许这正是他人生的最好注解。